大家好，我是小胖。刚才我丈母娘来电话，说她下班去地铁站坐地铁的时候，在女厕所里边遇见一个男的，把她吓坏了。然后给我媳妇打电话，问她怎么办。我媳妇告诉她已经报警了，等她回来听听具体情况。他下班的时候着急上厕所，完了上他们附近的那个地铁站厕所旁边，好像有个男的打电话声音，给我来电话，给我他吓完了，都说，我说报警啊。他自己还不敢，不知道，一会儿回来再说吧。咱俩看看妈到哪儿了。妈还没回来呢。回来了。哎呀，谁回来了？我妈。不可能，爸吗？这不，干啥去了吧？我去买彩票去。啊，刚才妈来电话了，给轰你。说在地铁站女厕所遇见个男的，给他吓坏了，问轰你咋办呢？女厕所，啊？报警呗！我告诉他报警了，他有点懵了。那懵啥呀？报警就完了呗。害怕呗。哎，我还以为妈回来了呢，等妈回来，听听她怎么说吧。变态老多了，我头一次听说这事儿啊。之前新闻天天出来，对，是吗？往那个卫生间那边安装摄像头啥的，对，啥人都有。前两天没看到新闻吗？那个驾校，那个教练往那个方向盘底下安的摄像头抓住了。昨天是前天的新闻播的，韩国新闻啊，韩国新闻，是吗？我的教练安的摄像头，我都没听说呀，我也不看韩国电视。你说现在人都咋想？就抓就得毙他。等妈回来听听她怎么说吧。红安，我看见妈回来了。摆手呢。看妈走道，哎。像不像小学生下放学？哎呀，太搞笑了。回来了。回来了。没事啊。哎呀，没事啊，还行，没事。哎呀妈，那刚说的还给我吓一跳啊！那么说混蛋死呀，我那鸡巴我大哥，还那别人没给打发死再说。不报警了吗？报警也急，我有朋友噻，哦呀你，那原车不走了吗？化妆室里穿的那啥人呢？我都给他认得的着呢。混的个劲的男子满手油水嗦，混的又在喊他当老哥。还那种化妆室里说一点化妆好，我都没喊你去，有时还没意思说。我说有时打得了我，两个打得了我去。可是对方都蛮说了，就说，俺这个哥，我说么快把我送耍了的嘛。俺这个又别说蛮说的，嗡嗡嗡嗡，蛮那个呀。哎呦，到底几多少呢？男子的，俺说话是当男子蛮说的了，有时蛮说的了你啊。可是不是那个那话去，那我跟哥看他等等的都蛮说的那个呀。可是要一百二十。아가씨여기하면좀더럽다고여기딱남자말소리나는거보는데어나만무섭다고그러는거였나보니그다음에여사가이들어보니까딱그러네요그래그러나보고잠깐기다려봐요내가관리실에가서내가말한다는거야내가이거가방좀지켜달래그리고가더니만조금이따오더라고오더니만그다음에여사한테말했대아니조금있으면올거래그리고오지만나보고물어여기에요여기에요맞아요한번들어보시라는거야말없어그래문땅땅땅세번딱두드리더라고남자예요여자예요그래남자예요다回答了回答了남자예요그래그지키고있는데지가말안하면돼그기다리는데그다음에조금있더라그래도조금있다가나와나오면그래도옷은다메고입어서키도커민칭아민칭이에요어穿个나이키나이도안고근데저한국도小特别多啊어내그리고아가씨가어吓一跳막막혼났다고그러니까나보니그여자가말해여자화장실인지도모르고여기들어갔어요그래그러더니막그다음에오세요따라가빨리집에가그앞에바깥에나왔는데이거봐요남자화장실여자화장실이걸분간을못해요그런거야가만히있더라그다음에관리실에문딱열고들어갔는데따
때문에어떻게된지몰라어내별난꼬라지다봤다했다내가티낸치면안돼그거살거他是故意的对내생각에도고인것같아男厕所女厕所他分不清啊男厕所一进去都不一样都不是一个地方韩国不像中国什么男厕女厕可以叫韩国有的方式항상안으로들어가야돼男的方式的可挺多男的有那个便池嘛是对呀、啊、那就是有坐坐的也有啊安我那么男的是我也是你进去他不得有那个便那样的呀男的不得站着尿吗更有那个便池嘛对还是故意的他故意的他为啥在那里边还打电话呀他故意的打电话他不打电话他就出不来了他出不来呀那모르고그런지해야지가이제전화하고하다가앉아갖고모르는지해야나와야아잘못된거撞撞糊涂呗撞糊涂呗那要不然报警的话他那个是属于犯法呀犯法那就撞糊涂了管理室的等他那边就我就不知道了插手机还肯定他得报警他没警但是管理所是警卫呗不是就是每个地铁站不都有办公室吗都有什么事儿我是你的什么他可以说黑个东完了男人给他拖走了就是报警警察他就跟着走了过来吧嗯由于化妆室留着化妆室两个化妆室他收纳了的哥哥没来哟嗯妈腿也大了个子挺高挺年轻戴个帽子嗯还有都穿个还牌子呢嗯完了说的这女的还急眼了呢嗯막흥분돼갖고서는보세요신고가들어왔어요그러더란말이라신고가들어왔기때문에이제이남인데신고가들어오니까이제왔다그거야그다음에얘는무서웠으니까제가아가씨얘보고있더라고你不是说报警吗咋又招警卫了呢报警不是慢吗慢吗报警是报警了完了就先赶紧走完了就管理所可给得了刚刚就为什么这警察来呗是那完就我就不管了我就管理就出来我就回家呗我管得干呀人家去刚刚就管理所也刚刚妈的是弄得不管了谁啊刚刚妈的下班点厕所里人多他就是不敢出来了不敢出来了排队上厕所是吧对上下班都多呀他进去的时候可能是没有人的时候进去我之前进去的时候那个女的挺好看个子挺高的完了他出来就我着急了马上进去了不到一会儿他说完男生你出来了我第一次听这事哎妈这啥样都有没这韩国这样的我头一次我这样事没看所以吧上厕所地铁站那儿的都得加点小心对完了底下还这么风这么大呢那个手机人家不知道啊就我按照我从上边撅哪跟你讲了的如果不那么急特别不明人我也不说一些翁起大伙还没一个就不说一说那我是你不是什么急的是所以呢咱们吧女性上厕所都得加点小心像男的这玩意儿男的没事是吧我这个20年多头一次干这样事儿的妈的害怕了再给后面打电话你不知道咋整了我害怕呗完了那个女的说的嘛恨不得啊就跟他啊给完了我老婆给我老婆了完了我老婆了那个得判了得到了看咋处理呗是不哎妈心脏也没得了那个村不一个人个村吧别离咱们带猜的别过来进来跟你讲尽量你要不就下班在你们那个 hotel 那边上完厕所出来要不就搁家到家来我很少上地铁站厕所可是我어떻게하는데근데집에서忘了我고갈때도있고뭐거기서나올때도막조지하면빨리집에올라고또나올때도있으면또忘하지尽量我的那意思是别上那样的公共场所的厕所那玩意出去了谁知道啥时候来尿啥的是我说尽量嘛现在那么乱그래도아가씨가한국에는인자봐주더라야좀이거봐주고여기딱그남자가있는거같다고보라니까그가방있는곳인자놔두고그럼이거좀봐주세요가방내가빨리가갖고얘기하고올게요그리고경찰신고했대경찰신고하고그다음에이여자는화장실로가봐요말라한국에는나오면그거라그다음에관리실때만되면나는뭐집에오지那拍没拍着不知道是吧그렇지管理室에들어간다면은뭐우리가뭐뭐
他在查他手机里边看看有没有录像啥的。他手机肯定得查，说的。嗯。근데그놈새끼가그걸그안에서시했는지도모르지시了他也能翻出来。哦，시하도翻능해내거라고。嗯。能恢复它里边的内容。那그새끼는무조건시한다고남자요吓毁了是吧？哦，그사람은막지둥해가지고야막근데왜여자화장실에들어왔어요안보여요 오세요홍이가너무吓一跳的我才不吓一跳呢我就直接报警了